弹腿又名弹腿或弹腿，是一种中国武术外夹套路，招式古朴，功架完整，是北派武术的代表之一。在武术里一直有南拳北腿之称，这里的南拳指的就是红拳，而北腿就是弹腿，亦称弹腿。弹腿套路朴实工整，左右对称，气势连贯。在攻防技击方面，较强地突出了北方拳派的特点，腿法多变，回环转折，进退顺畅。弹腿的特点是一路一法，左右对称，拳法清晰，动作简单洁，爆发力强，讲究实用。拳言云，手势两扇门，拳平腿打人，弹腿四只手，人鬼见了都发愁。所以西北派武艺的多以弹腿为根本，弹腿是老一辈武术家公认的一套有价值的套路，也适合初学武术的青少年作为入门的基础套路。十路弹腿叫门拳，侠是粉掌腿当先，一路弹腿扁担式，二路狮子四拉钻，三路超杂英雄式，四路云手左右盘，五路挑打莫腰功，六路骷髅往前看，七路超杂腰子式，八路分掌五虎拳，九路手捧阴阳锁，十路长盘挥剑砍，弹起砸打不怕苦，无穷的奥妙在里边。好，这个下边我都给大家演练一遍，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，我尽量的练慢一点。